这是一个摩天轮，当它顺时针运转，就只是一个普通的摩天轮，转向未来。当它逆时针运转，就会变成神奇的时光之轮，带你回到过去。相隔七年，又转回了这里。你好，听说搭乘这个摩天轮可以……有缘之人可以逆转时光，回到过去。所以，传说是真的。魔法因为相信而存在。那我你是有缘之人。运气不错哦，下班摩天轮正好是逆向运转。你坐。想搭乘逆时针之轮，需要签署时光契约。你可以思考一下，再决定是否。交给你了，别忘了回到真实世界哦。什么是真实，由他自己定义。接下来由我带你开始逆时之旅。进入逆时空不要逗留太久，听到铃声一定要回来，否则你会被困在时间里。第一站，你想回到哪个年龄？28岁，我想回去看看出生不久的宝宝。这是你的28岁。做妈妈真的是伟大又辛苦的职业，你脸上的法令纹就是时光的印记。法令纹不是妈妈的勋章，伟大不需要证明。下一站想去？想去26岁，看看我为工作 fighting 的样子。小心。原来是水晶球导致了时间震荡。最后一站，你想回到的就这里吧。
可以选择回到23岁的时候，之后的记忆都会被抹去，重新拥有无限可能。或者你也可以选择回到原来的30岁，在任何年龄都有机会留住美好。我知道我想要什么。过去的一切回想起来都是美好，我不想抹去，我还是想回到30岁。你不是说我不能带走任何挚爱的东西吗？这是时光赠予你的礼物，它可以让你留住美好。我们留不住年龄，但可以留住年轻。百雀羚真颜霜，定真年轻，定格美好。你觉得他会相信时光魔法吗？魔法因为相信而存在。如果他选择回到23岁，那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？